小胖，快点！小心！哎呦！你这么急猴似的，干嘛去啊？洗脸刷牙。得，最后一点水也没了。为什么？我抱歉地通知您，今儿这片停水，直到下午六点。今儿礼拜天，你又不上班，不洗脸怕啥？我得赶场啊！又去参加婚礼？昨儿不刚完吗？今儿十点半闭店，十二点演呢。这踩着风火轮都赶不过来呀、啊！我算好了，闭店的婚宴我就不吃了，看差不多了就溜出来。这得交多少份子钱呢？对，本人当时宣告破产。这都不说，到昨天为止，我一个新娘的花球都没接到。请未婚的美女上前来，谁接到新娘抛出的花球，她就是下一个新娘。也就是说，你送了500块的份子钱，就吃了一顿饭。老爸，人情大过天啊！那你赶来赶去，一个花球也没接着。天哪，这还有天理没有？回头我再跟您掰扯天理。这个月给小西补贴点零花钱吧。哎，可怜的孩子。赶明儿小东小西结婚，咱家能挣双份的份子钱。这么一想，办婚礼还真是桩好买卖。今天是个结婚的好日，我上班路上就看见7辆花车，估计都是赶去接新娘子的，真是全城同婚的大喜日子。走三环还是四环的？随便你。三环挖路堵着呢。那就四环吧。那得绕着走。老蒋能开快点，我得参加人家婚礼，要迟到了。喂，我在路上，马上就到。什么？堵在三环？不急了，花车还在绕城一周。游街示众呢。到了。要成功。下面请未婚的美女到台前来接新娘的花球，看谁会是下一位新娘子。干没劲了。
感谢，再感谢，干。真巧啊，又是你。哎，练了两场婚宴，什么都没吃上，莫名其妙被灌了一肚子的酒。嗨，别看婚礼风风光光的，我是过来人，得累掉一层皮，千万别干这两年结婚。你瞧着吧，这两年出生率准高，将来您还在上学的时候，得跟多少人竞争啊。现在是哭着喊着求好学校收咱孩子。你别哭了，求求你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脚上的环是动物保护协会给我戴上的，真的不是我的结婚戒指。这年头结婚到海里去了，谁动得亲啊？都开始谈结婚了，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呢？